我们第一位参赛的就是我们的胡子，耶、yeah! ！OK， 那呢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因为同团的同团厮杀最好看嘛，胡子唱完谁要唱呢？你大家当然觉得 Benny 也是非一个非常棒的人选，所以胡子唱，我们紧接就是 Benny， 那我们当然南部的我就压底啦 ，OK， 那就是决定 OK。
OK， 下一位。你觉得他在西门町七年，可是长得非常高，永远赌博都赢钱，今年好像很屌，玩这龙门赢了8000多块，但是他永远不太会跳 Lucky 的大头，你觉得他很屌的，请欢呼。我赢了吧？好像蛮小声的。我赢了耶！我就算了啦 ，OK。上来，我自己讲我自己有什么好屌的？是不是要讲一下？好，来，大家记得刚刚第一位出场这位胡子非常屌的，给他一点尖叫声跟掌声。蛮小声的。我赢了。哎呀，他都比我大声，你们这样太夸张了。好，最后一位我们站在中间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位穿紫色衣服、紫色帽的，而且他最爱他老婆，他老婆没劲，他非常难过，他刚躲在楼梯旁边哭，他抽了一根烟，但是场内却不能吸烟。你觉得他是高雄来的最屌的 rapper 的嘎逼，请欢呼！所以呢，是这两位要 OT 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是大头跟嘎逼要 OT 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要不然大头上来唱了这么多，他都没有拿到礼物，他就应该觉得很干，有没有？我们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台北的人拜托帮大头欢呼一下吧，台北的 rapper， 还有 rapper 嘛，叫 B。因为你比我低耶，就像嚣张的眼睛，有点帅气。我懊悔了，懊悔了，好，非常好。Creation ever， 穿着米须卡，可是这里是欧贝的赞助打对台的米须卡，竟然穿着米须卡来参加这个比赛，我唱不下去耶、yeah ！我现在没有歌词可以唱，所以我现在把场子交给嘎逼耶！啊，其实你是，没关系，让我们再来一次啊！耶，其实你知道老舍他是要押韵，你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跟你说我有信心，我给你说嚣张比较帅气，因为我们两个长一本我只刻出来定啊！耶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干掉你，你以为自己不会对拍？我跟你说你根本没有爱，打给老公仔。我只是不想骂，哎呀啊啊哦，因为那是脏话不能讲吧。OK， 我敢保证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battle， 因为这样子 battle 就在 Lucky 界开始慢慢的萌芽，这太屌了，太屌了。OK， 最后我们两个一个欢呼好不好？最后两位。OK， 那我想我们也不用欢呼了，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喽。OK， 那我下次写歌，我一定找他帮忙唱。我写了半首歌，好像他没有填词，我请嘎逼帮忙唱。当地的成品去关我屁事。Yeah， OK， 好，我们欢送嘎逼我们这件帅气的 T 恤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你，你没有功劳有苦劳，我送你今天的观赛门票，谢谢100块。OK， 谢谢，谢谢你。Yeah。